梅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今天没事干了，卷子就在这里炒面条，然后我准备在上两个红薯吃。小时候的感觉，烤地瓜，烤地瓜，烤地瓜。点树根儿放进去，看我炒的面条新吃法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炒面条。这是我中午下的老面条，然后下锅了，剩下了感觉不知道怎么吃了，拿来炒一炒。给你盛碗面条，你先吃的吧。这个炒面条，还没吃过嘞，炒面条。都吃一般都拿着呗。都拿着都拿着去啊。这一个那你不烧熟吗？拿着给我现在看一下，看怎么样。哇，这个不是黄人的啊。白的。尝尝吃的有点香。有了那个小时候的感觉了，在家实在是太无聊了哈。俺小的时候俺都在这吃。可能是小孩不是觉得吃，俺小时候在这吃。这个地锅里边烧出来估计都是不一样。对。好吃。香。尝咋样？地锅里边烧出来估计就是有那一种，哎呀，说不出来的那一种味道，就特别好吃的那一种感觉。Beautiful. Delicious. 哈哈哈哈。啥意思？学问低了吧？美味。好。可以。